先找二姐。这两天伙食太好了，没搂住。这对你心脑血管也不好啊，不行，控制控制吧。哼，老子为啥写《道德经》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百位，你给他解释解释。老子愿意呗。你说啥？完喽，又被埋伏了。我冇得救了，救唔到了，你冇救我。行了行了，好了好了，马上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啥呀？打扮这么利索，你这是要上哪浪去呀？我出去有点应酬。可别整事儿了。不就出去吃饭吗？你带我俩去呗。我们吃饭都 AA 制，你俩去干啥去？你俩有钱呐？嗯，我有办法呀，咱们可以执行 AABB 制啊。净他妈扯犊子，啥叫 AABB 制啊？来来，上，给解释一下。AABB 制就是你们 AA 制，我俩舔个逼脸去。哎呦我的妈！